做乜嘢要咁样搞我啊？我啲钱系我个女系俾我食饭噶，系支持我嘅生活噶。百万养老金冻结，梅妈姐谢度日。去年因为遗产信托人汇丰停止放水，搞到山穷水尽嘅梅妈，终于等到法庭要求汇丰喺出售梅艳芳寿神山故居嘅订金，俾翻百二万梅妈救急。可惜呢头放水，嗰头破产信托人就要求冻结，直接攞嚟还债。上个星期五，梅妈终于见到张 check， 不过左扣右扣，百二万竟然只系得翻十一万。做乜嘢要咁样搞我啊？我啲钱系我个女系俾我食饭噶，系支持我嘅生活噶。咁你将我十四个月唔俾我食，有人可怜我啊？支持我，我条命就等到而家。断粮十四个月，梅妈靠赊借度日，五万蚊通波仔手术费冇钱找，汇丰亦都唔肯找数。其实自从旧年开始，梅妈拖欠药费已经超过三万六千蚊。而家佢食嘅着嘅都要悭得就悭，买餸就唔平唔买。九十岁嘅梅妈可唔可以好似阿妹所愿，可以富态咁样安享晚年，就真系一个疑问。每逢佳节倍思亲，失去咗两个爱女嘅梅妈，今个中秋节就更加伤感。中秋节好。